那你是如何搭建你的整一个的输入和输出系统的？哦，我这里推荐一个工具，就是 Evernote。Evernote 这个当然有中文版叫那印象笔记，不过我用的是国际版，所以我觉得功能应该是差不多的。就是你输出呢是，就是它的好处就是它提供了一个结构化的那个知识整理系统，就是你可以建很多这个目录，然后每个目录里边你可以建就是最基本的单位是一个 note，然后你把不同的 note 又是放在不同的目录之下。非常方便的进行各种管理，然后它可以在 Note 之间做链接。那么你可以比如说你日常你哪天读到哪段书，看到哪篇文章，或者看到一个 Twitter， 就是或者突然就自己凭空产生一个什么想法。我的主张就是一定要记下来，一定要以文字的形式把它记下，随时记，随时有任何灵感，任何想法你都要记，不要相信自己的记忆力，你肯定会忘了。就是有时候你如果没记的话，你过了一小时就忘了。我当时一个那么好的灵感，我怎么忘了？就是人脑它不是应该用来记事的，你不应该用大脑来记事，要解放大脑，把大脑用来想事儿。用一个外部的系统，用 Evernote， 它可以用手机，它可以用那个电脑，然后它可以随时拍个照片，或者怎么，它随时你要随时记下来。接下来之后呢，你还要有一个整理的过程，就是比如说对书调研的话呢，针对书调研的话，我会首先读这本书的时候，我就会在这个书上，因为我现在如果是严肃读书，我肯定不读纸质书了，我如果有电子版，一定要读电子版，因为电子版的那个做笔记，它可以有无限的那个空间可以让你做笔记。书的话，那个写字有首先我写字慢。然后呢，写字写不开，那个书空白处装不下那么多字，所以我读书的时候是。一边读一边画线，然后各种颜色的线，然后我还会在书上留下很多笔记，留下很多我的评论。我读到这儿，我有什么产生什么灵感，产生什么想法，我一定会把它记下。所以我读书一定是就是咋咋呼呼那么多，就是这个拿个笔拿个什么东西，我会就是我不是我绝对不会老老实实在那儿就是这么看书的啊。然后我会读完之后呢，我会把这个笔记整理，我会把它原本的就是整理到。Evernote 里边形成一个很长的一个 note，然后呢，我还会搞第三面，就是我会把这个 note 里边，我当时已经用不同颜色标记哪一段是重大灵感，哪一段是将来可能要用到，哪一段只是一个一般性的结论，我用不同颜色用，我都标记好，然后我要做一个调研笔记，就做一个很长的调研笔记，把这个调研笔记呢，我要分成若干个问题，比如说留意思拐点怎么回事。那个中等收入陷阱是怎么回事？中国经济当前那个国有企业问题，怎么回事？比如说国有企业问题呢，很多书都要谈国有企业问题，他一个说，我会把每一本书谈到国有企业问题的时候，他的那一段那个位置，我要把它标记在我的这个调研笔记里边。然后，当我将来想说国有企业问题这个事儿的时候，我一看，一目了然。比如说我这有8本书，都讲到。国有企业，他们的这8个作者都提到国有企业有这个问题，然后或者这个作者提到一个别人没提到的问题，他现在国有企业有什么问题？我八本书我都知道了，有中国人写的，有美国人写的，然后你说国有企业还能有多少问题是我所不知道的，对不对？我基本上我可以说国有企业中国国有企业有什么问题？我有个大概的了解，对。我这句话我敢说了吧，对不对？我不至于说那个我有点胡说，国有企业，所以因为我这八个作者都提到国有企业有这个现象，我可以说了吧，对吧？所以我将来如果我写篇文章，我说国有企业有这个现象，那你不能说我是瞎说，对不对？我有很强烈的，而且我还可以比较他们帮人说谁说合理，谁说怎么样，我这样我就形成了一个很好的突破，就是我会把书各种书综合在一起，但是我不是把它把一本完整的书综合在这，我把这书拆开，对吧？我把这一段拿过来，国有企业单独做一个问题，中等收入陷阱单独做了一块，我把它都放在这，然后如果谁想跟我谈中等收入陷阱，我先找到这一段，我先把这一块从上向下看一遍。好，中等收入陷阱这个事儿，我很清楚了。你们谁想跟我聊中等收入陷阱，我都可以跟你聊一聊，对不对？如果你能谈到一个我不知道的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研究的话，对我来说是个惊喜，因为我基本上都知道了，对吧？所以这个，所以
你会你和你，所以你到这个程度之后，你就是，但是这专家，如果你不让我带笔记，你突然间问我这种事，就是收入陷阱是怎么回事，我就只能跟你说个大概，我就不能说得很深入，因为我可能那本书是我半年以前读的，我现在已经不记得那么清楚，所以但是如果只要有笔记在，我就是一个很懂行的人，没有笔记在的话呢，我就会差很多，所以我会非常。非常就是我笔记对我来说很重要很重要啊，就是你需要这么一个外部大脑，笔记就是我的外部大脑。但而且每个人的笔记系统是不一样的，你每因为你关心的问题不一样，你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，对，你的点不一样啊，所以每个人都需要就是建立自己的一个笔记系统。你要你有这么一个东西，将来谁跟你聊，哎，你先别着急，我看会儿笔记，我看啊，好，明白，好，我现在我再跟你聊，就好像是你有一个这么一个秘书一样，你有这么一个这。所以这有这我，所以我有这么一个外部大脑的话，你想一个不太懂行的人想蒙我，你蒙不了我，对吧？所以我这已经调研，我就已经调研很清楚了，对不对？就是我已经知道当前科学理解，我这么多经济学家说中国收入陷阱，我都知道，你还能就是你想这个驳倒我觉得你很困难。对不对？对，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所以，我们调研得调研到这个程度，对，我才有全底覆气，盖级读对吧？书，全覆盖。所以说，谁想让我去做个报告，说你谈中国收入陷阱，OK，我可以跟你谈，对不对？